二，一天，吴天宇家晚上要来客人，他和爸爸去超市买东西。在去超市的路上，他们看见了米莎。米莎很高兴认识吴天宇的爸爸。吴天宇的爸爸是一位中医，在一家中医院工作。米莎的一个朋友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。米莎也很喜欢中医，想知道一点中医的知识。她希望跟吴医生聊聊中医。吴医生请米莎有时间去他家玩儿。